大家好，我是老夏。大姐，这是有点厉害。吴大姐这次练车是跨省练车哈，啊，一两千公里练车，这是最牛逼的了，太牛逼了。基本上，他想开的时候就拿什么开。而且哈，他现在还是最大的问题是啥？红绿灯，红绿灯停下来了之后起不了步，有的时候等两个红灯他才过得了。刚刚不是有那么回事没得嘛？我没说你嘛。偶尔嘛的，你有时间都要停的，你有时间都你都。300米后到达区间测速终点，平均车速45，限速70。我们跨省练车牛不牛逼？那就爽吗？哎呀，你真的是，你差点就丢到那 QQ 上去了。我操，都干不干了？哎呦！那个片子真的差点就滴到那个火车屁股上去了。前方红绿灯直行。跨省大练车哈，这个是跨省大练车。每天的基本上走在轨道上练车。吴大姐，两句。我说啥了？我开车边打扰我。我开车，注意力特别集中。特别集中哦，特别集中，我能分心就不行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跨省练车这个是全网最牛逼的了哈，动不动几千公里的跨省练车。但是现在他这个开车始终还是有问题。辛苦了，你看吧，现在他这个路上其实可以挂上4档5档跑，他就挂一个。挂个3档，来个什么呢？4档吧。大油门，低速档跑。红绿灯起步的时候，油门加的老大老大的，不松离合，好一松离合就用猛劲猛松，一松了之后又熄火，油门加的老大，起步就熄火。啊，我是很头痛这个事情，有的时候连着起步，连着熄火，它越慌越乱。我话都没有说，他在那里说操作不了的时候，他就骂我。啊，都是我不对，你对。我话都没说，他没操作好，他就骂我。你就瞎指挥。我话都没说啊，有几次话都没说，他马上就在那里张嘴就追着我来了。啊，你没说，人悄悄那样子，唧唧歪歪的说就说了，你还没说呢。头痛，好好练车，好好练车，啥也不说了。这个跨省练车太牛逼了哈！拜拜，朋友们。